在从前那个无知的年代，我们曾任意以秘法进行实验。加里恩相当聪明，但这里的邪恶魔法让他发疯了，一定要阻止他。见了，黑暗消逝了，这不是你们造成的。我现在懂了，你们必须找到克塔罗斯，你们必须阻止这一切。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入侵者已经穿越通道来到墓穴，伊丽珊娜，你必须打。我们要保护的太多了，但最重要的是你父亲的性命。别担心，我不会失败的，拉托西斯。部队听令，入侵者展开进攻了，绝不能让他们通过。为卡林多而战。你们会死在这里。你们会死在这里。
的力量成了威胁。你做得很好。你们会死在这里。你逃不掉的，背叛。鲜血为爱，快跑啊，虫子！小鬼，挡住他们！我们需要时间准备。
标。克塔罗斯，他们来杀你了。是啊，拉托西斯，我们一起打败他们吧。没有目标，你们别想得到这个世界。够了，我不耐烦了。黑羽，你这没用的东西，这一万年让你变得衰弱不堪，现在换你们。不不，我走了。这不是我的祖先，伊丽珊娜，不，原谅我，英雄，你们一定要打败他。哼，你指望这些没用的凡人来抵抗燃烧军团？祖先之灵，听我呼唤，协助我们的勇士。我会等着，不管你什么时候来，我们会准备好迎战，也会守护这个世界。谢谢你们，英雄。一直蒙蔽我们的幻象终于破除了。黑羽氏族为了守护这片土地做出许多牺牲，看到世界上还有英雄不遗余力地在守护这个世界，我们终于能安息了。你好。